风来来依依，徒增发涌。朋友念念空空，看莫一面涌。多来呀蒙蒙，一丝呀蒙蒙，但春发呀空对梦。春意亭亭落落，银色天空，水点皎皎空空，流过数字碰。失魂落魄的样子，那明明约好星期天在教堂碰面练琴，我不懂他为什么偏偏要到未婚夫来，是在向我示威吗？明明就是你介入人家的感情，你还说得振振有词。告诉你，小舅我是很开明的，不过这种横刀夺爱的行为啊，让我很不齿。感情这种事情来了，挡也挡不了。而且他们还没正式订婚，我最生气的是，他如果不喜欢我，可以明说。哦，我告诉你，他这一招啊，就是要让你有自知之明，自己摸摸鼻子走人。没想到是这样的人哎，很过分。嗯，你自己还不是约了笔友见面？哇，一天两个女孩子。你是花心大少爷耶，加油！教教小舅怎么办到的嘛？哎，我约笔友见面是为了要跟他说声谢谢，因为我心里只能容纳一个女人，我不想让琼英怀疑我。哦，那叫你安尼讲，你是大情圣耶，大情圣也会踢到铁板哦。小舅。我已经够烦了，你不要再挖苦我了啦。说真的，那个陈琼英啊，你就放弃吧。感情越陷越深，到时候对你的伤害就越大。我以为我们彼此的感情是对的。依我看啊，你也不用跟笔友道什么别了，看顺眼的话，叮咚，就是他啦。陈琼英可以有未婚夫，你也可以有女朋友啊！哎，不，小舅，事情已经够乱，你这样只会把事情越弄越糟糕而已。哎呦，不错不错不错，虽然被爱情冲昏头，不过，起码还有点理智。那我可以安心的回去写我的电影剧本。哎，晚上回来。记得跟我讲，这个笔友长得是圆是扁哦。啊，你快去快去快去！心跳莫一爽快哈，
伊有嘛该无爽快？第二本哦，伊迄太小气，嘛该事情都唔是做，佮来下家庄，闹暗后面个。咪看到眼睛表咩千千准咩？讲可以试听听啦，也唔定吼，又发到同一句咧。嘉佑，你怎么在这里？你未婚夫呢？他不是陪着你吗？林嘉佑，我不是已经跟你说过了吗？我跟世明啊还没有订婚，请你不要说他是我未婚夫。那你为什么跟他牵手？既然你不相信我，我也不必跟你解释。你为什么不用跟我解释啊？我亲眼看到哎。眼睛看到的不一定是真的啊。你强词夺理。你莫名其妙。你朝三暮四。你颠倒是非。好。看你不仅伶牙俐齿，文学修养也不错，成语念了不少。好说好说，不是只有念过大学的人才有学问，学音乐的也没什么了不起嘛。最起码我对得起自己良心，我没有一只脚踏两条船。闭嘴！你还不是已经有个笔友，已经交往三年了。你。季海，你怎么知道？三，神父。是我把姑姑带来见你的。无论如何，你欠我一个人情，帮我跟他说对不起。对不起。你也帮我跟他说，说对不起。对不起。为什么都是我在说对不起啊？琼英啊，你们应该是自己。帮我跟他说，谢谢他当我三年的笔友，让我获益良多。哦，他说你跟他这三年的笔友啊，三年的笔友啊，所以求义啊，你说的那个笔友就是他哦。对啦，大惊小怪，就是这个家伙。快点传话啊。哦，啊，求英说啊，很感谢你这三年来对他的感情，让他获益良多。神父，你跟他说我今天其实是为了一个心爱的女孩子才去跟笔友道别。他说啊，道别啊，你们三年的感情就这样子没有了？你也未免太狠了吧，年轻人。神父请传话。求英啊，他说他爱上了别人啊，所以不能跟你通信呢。你问他为什么？就算是爱上了其他人也可以跟笔友同行啊。啊，对啊，你跟他说因为我很在乎他。啊，他说很在乎他也可以说他朝三暮四哦。你不知道你这样说话很伤人吗？神父刚刚跟他说。啊，他说求神父，你跟他说他说的话也没好听到哪里去。啊，他说你说啊，什么都不要说好了啦。是你先无理取闹的啊。我看到你跟别的男人牵手，我生气是应该的，我没有无理取闹。哦，我不明白你们这两个，你们啊明明都听到对方说的话，哎，还要我闯话。因为神父不能说谎，从你口中说出来的话我才确定不是谎言。如果一开始就不能建立在相互信任上，我真的觉得没有必要继续下去。可是我们之间不只有这些日子，
还有过去的三年呢，你真的可以这样说断就断吗？不能啊。我也不能。我们可不可以不吵架？我也不想吵架。既然双方都不想吵架，啊，那为什么要吵架呢？因为我嫉妒。嫉妒什么？你先说。我嫉妒你的未婚夫。我嫉妒你的笔友，就是我自己。嫉妒啊，使人疯狂。幸好啊，你们两位在还没发疯之前啊，先找到那个刹车的钥匙，顺利的阻止啊这个嫉妒的那个病境的蔓延。但是，我还是不能释怀。你要我怎么做？不要跟他订婚。我也不想啊，只是那是我家人的决定，我说不也没有用。啊，你举例例争过了没啊？当然有，只是我阿婆都不听我说。唉，我了解，我完全完全的了解。神父，你帮帮我们，没有其他办法吗？唉，当初啊，我就是穷因阿婆的手下败将，幸好啊，我自己啊，找到一条人生的道路。啊，不如啊。不行，我不准嘉佑变成神父，我不想变成陈家第二个老姑婆。啊，你也帮帮忙啊！我的意思是说啊，针对那个阿婆的那个强硬性格，我建议啊，那不可，你属于未彩 ，OK， 头部会抽烟，阿弟会冲的，再调气烟才做来，哈，嗨。来，从哎，从哪的哪里？做生意又没有求个求致富，你还有神风哦，多得名从，莫乱点头，来，腿带点，腿带点。神风阿婆呢，俺用是关心的了着。好在自从啊发现你走，要么俺个什么就忘掉了。错了，那不过，马上喊你去输个月茶个，哪里个？秋桂哦，你把侬不好带到，你要注意嘛。阿妹，我相信秋桂今次侬不可有神风啊，我快去。别讲到秋桂，你又跳出来推伊讲法，就俺样干样，伊发一样诶，真惹麻烦诶么？哎呦，没安样。阿妹。从在没安用的意思啦，迄个计唔错，我发现我不可有神风诶。阿婆，阿妹のせいじゃない、気をつけなかった、私が悪いんです。なやもちびまさ、ちゅうこや。なやのぶこう、神风诶生意俩，你要好好照顾佮哈。来滴啦。嗯，佮都市地坡个生意俩，就俺个生嘛，迄人个孙俩啊。阿妹，来做好饭再煮饭，还请你莫喊嘞。
啦。阿妹有咩条条嘅？你是这个时候，不过都是一个世界咩？麦迪啊，麦亚莫对那不可不好啊！我们跟你走，你够得比那不可，我来哭死不会的。你做这件事情，我来去查验，我来自杀、自焚、种菜、种菜呢。不够更加了，唔会无在，让你阿妹，让我去服侍佮嘞，很多年来，阿妹很去嫌爱，佮做物佮都唔错，佮都唔忘记。我做阿姨嘞。传统的客客家习俗，不过我打拼下也无怨言呐。阿妹去，今夜接受你母女，接受我。好啦好啦，你怎么个安用心咯？妹弟，阿妹迄套你本熟个嘛？伊老诺不可，神发西关，一眼就做得通咩？还有法好讲啊？啊？你莫计较啦，挨着就无咱当作爱人啦，是嘛？唔会啊，唔过，唔过嘛该啦，唔过阿妹去。好的啦，莫讲的啦。那阿妹阿娘哦，你是老年的，你的性格哦，有大改了。小太太，就以后嘞，没事啦，没事啦。林婷婷，还没有到哎。我怕等一下被那些三姑六婆看到，又去跟我阿婆说三道四的了。哦，对不起啊。今天对你太凶了，我也是啊，我也不应该让周世明来破坏我们的约会的。那你快点进去吧。嗯。等一下。怎么了？其实我刚才就想说了。你家这裙子可不可以不要穿那么短？因为路上那些男生都在看你的腿。我是穿给你看的耶，你不但没有称赞我一句，还嫌我裙子短。画报上的明星都是这样穿的啊。不是啦，他们怎么穿我管不着，但是你不行，我不许别人看。知道了，下次不敢。乖。
给醒来了。姑姑你好。好什么好啊？你们琼英给你害到哦，已经哦是在假设给阿福看到哦，雾气中心终身监禁啊，进来哟。不是啦，姑姑，现在天色黑了，我担心他一个人回家，所以我今天才要把他送到家门口，我才安心啊。好，你安心了，你可以走了，走了，进来。看什么看呢？眼睛闭起来，不准偷看。走，很短的皮，不准偷看。裙子穿这么短。阿姑，还有门锁贴了呢，我穿好不雅片啊。当然锁了呀，阿婆还锁的呀。你哦有心理准备呀，阿婆准备告诉你。阿婆会马来啊，除非要朱思明啊，一边都做呀。哎呦，你啦，你阿上阵来哦。对呀，你阿爸吼，老阿婆，看你群呢，都带有几多呢？没弄你所在啊，悄悄闹来我。独尊马屁精，林先生，琼英是我的未婚妻，你这样送来送去，未免太招摇了吧？分明是不把我放在眼里，更不把陈家放在眼里。朱思明，莫乱讲啊，我跟无相关啊。加油，赶回去，不要跟他办件事。姑姑。求你拜托你了。好了好了好了，快回去，要出人命了，走了。干嘛？进来喝茶。大家把话说清楚。跟你没什么好说的。当然有。这样偷偷摸摸，跟我的未婚妻交往，我当然有权利知道你交往的过程。朱思明，你不要太高分哦。他应该没答应给你。你都到底很爱未婚妻啊？是啦，那个世界大战快要开始了，你赶快走！哎，你不要进来！这是我们男人的事情，不要伤害到琼英。对啊，这是我跟你之间的事情，我也不想为难琼英嘛。到底想怎么样？你还有种问我想怎样？是男人就应该知道。我到底是谁？你有什么问题？这几天太高分了啦！对方哦，唔单想轻松问了，还对强音。要素弄脚，你是在看不落去的啊？唔系阿勇诶，唔系有咩好讲个，根本就好得啦，是咪无用诶？诶无吼，诶哪卖骗你啦？那件事情哦，咪总得全怪强人嘛，你还跟有老对方讲过咧啊？你还跟迄位吩咐，惊警察恁紧张，强人嘛，压根人吼。唔必条拜给你啦，无私无非，你只甲我交朋友哦，我生意条个啊。哎，你个看法就无强用哦，你看个细奶啊，斯文有礼，无像个人伊上大个样诶，还无吼，就会有点挑事了去哦，小气嘛，我等于以下强用啦，伊做唔做事情？哎，你做师太个，我弟施肥托你，唔是托伊啊，哎，唔敢啦。阿妹，好嘞啦。是你啊，阿爸，你跟大拍死啦。俺只个要买了无搞好，本老师都清代个规矩了。阿妈，唔会啦，俺对琼英做个全部啊，都系俺心甘情愿个，因为俺同宗师弟啊。咩唔希望？哎，你弟弟们之前出马给错啊？你还个事情呐？传出去，哎，你做师太个，那有面子和尊严咯？阿婆啊，莫把记得啦，俺妹老衲帮俺妹讲个啦，吼。你看呐，林思明呐，对你结婚呐，伊不能大多安用心呐，伊还兄弟你呢，嗯哦，正经哦，不挨你失望个啦。琼英啊，
你给钓的老阿婆失明，让阿爸 fix 你嘞。啊？哎，我做唔错事情，怎么搞 fix 你啊？你咧蛮衰啊！俺欠本的啦，你无问告诉你哦。俺存本门房啊，我叫你奈啊。阿爸，你从来都唔是贪爱讲法。阿哥讲的总还有空间的，俺讲的总唔衰法。俺讲的公众兵要，我去查红天书，结果。你最爱落茶红流盘阿哥，你敢有想过买个广告吗？你好，医生，我有家务使命。强姨妈，我搁讲嘞，伢最爱讲，你都敢有梦讲伢要加我，伢都无爱加，你都弄阿汤入去，伢讲伢对做生意有兴趣，你都嘛不是汤啊，阿哥爱包土。你都还强迫伊，轻易不用好上课，结果伊一年都从唔睇到进来咧，进来过后，嘛唔是对付他的生意，有冇个意见啊？强爷，重点系要讲明个。市民，拍摄哦，不用减少。医生做你不加，系困难吼。听讲眼老是出轨，未看你吼。阿婆啊，唔好讲妈弟咧啦。强姨妈，强姨，你先坐来啊。阿爸，阿妹，姑。哦，那，那就不问啦。陈夫跟祖先啊，都搞我。你哪会点啊？那莫讲莫起来哦，就莫讲莫起来啊。信啦，连狗唔买，连马狗人都富嘞。总裁啊，我安尼啦，唔该事情要买就好嘞。阿婆，飞到马街啊？怎么该阿哥做的，俺就做唔得？太衰啦！四妹吼，最大的幸福就要嫁人君子啊。阿公哦，按照是过世，要么啊，哎，莫想会吃两个家。好嘞，琼英，起来了呀，我快点，快点。莫哎，阿爸讲做唔得起咯，那就莫起咯。好，你按陈强的嘛。好啊，出来快点，好。阿妹，你做哪能走脱啦？豪邸出るんけど、あなたのことじゃないかしら。心配するな。あいつは送り出すと台風みたいになるんだ。痛いだけ言わせておけば。明日には不太りになるさ。明日に商売人はもろきり気にならないだ。お父さんについて。毎日あちこち放送するのも苦痛でしかない。だから台湾に戻ってきた後、F手を取ろうとしなかったのね。絵を描いてる時のあなたが好きよ。絵を描いてる時、集中している表情が好きなの。僕も描きたいさ。ただおばあさんが嫌うんだ。日本で商業専門学校ではなく、でも新井に行ったいということがあった。きっとみんなを失望させてしまうだろうな。日本での生活、美味しいわね。是喏，俺全部爱上班呐，可能是犯傻的，咱莫强用个故事演过一遍又一遍。你阿婆真件事，
伊生人硬硬吼，讲就讲通啊。哎，阿爸，头先骂你，你莫让听老师，你说哟。没关系啊，我心肝都给发，本段做了阿爸阿婆讲啊，记得讲啊，向啊。唔代表佢都做得几啲硬嘅感情啊！陈婆，你讲出嚟咩冇用啊？佢都唔会听，佢都会讲哦。哎呦，阿娘做全都为到你好，就俾你做你冇想要做嘅事啊，你冇。阿哥，你讲好样嘅啊！思敏哦，佢喺寒冬金童子出世嘅生人，系啦。其他唔好为骗人设想，讲方面易吃食。唔过，佮本质同好啊。你看哦，你就嫁本去啊。你嫁过去哦，因前夫个人哦，哎，太加欢喜哦。你听人件事啊哟，还冇按简单种因素啊。伊冇因素，安样办？穷啊！阿姨母从教堂看到去啊。真紧嘞，别看到去哦，那心肝好像乒乓跳。按你娘办哦，伊老舅无结果，伊也就该来注定个命啊。阿姑，你老沈父子间无遗憾咩？你就要看破啊，按你命啊，一家子力吧，伊也就该下家朋友个命啊。怎么样用的？就这样用啊！哎，琼啊，听人讲哦，你阿婆去高薪哦，还懂了解。你阿用软的去求伊，还是没用哦。你看哦，最后唐师傅个建议，你就了去挑战。问题哦，你自家有信心无？敢当然，无啊。阿爸哦，接受产检以后，阿婆是一个胎哦，两个胎哦，奈讲哦，都得想出办法，解决伊两好个困境哦。来看陈伯海白，全部会躺你个，你想个样办就做点样办。红彩，暗夜嘞，文强伊去睡啦。做红彩。弟啊，全球陪阿妹上飞嘞，拿到细细的教训啦，就当作啊，伊去家人前去寻寻查啦。阿哥，你本意过到挺好嘞，哎呦，阿妹唔盼得啦。去很容易了，好。不准去！娘啊，明天俺来公发钱就没，我去躺下嘛。很很有个意思啊，来张黑。来嘛意思。该提了，今天还好，打三年，就认为两个年龄有问题。过唔出地咩？来摸伊呢啲麦来个啊！弟啊，哥，做生意我咪要好用费喏。条白餐饮唔重开，行起阿妹去银行贷款，怎做得过咋个啊？听人讲，餐饮啊，搞不挨了去哇！冒天灾，又难喝，杀了一丛天坛就占，大姑那位姑娘根本就冇事好做嘛。要不要用咯？莫怪阿妹拢冇去查验嘞。小鬼啊！市民几讲，讲遐尼又难喝，做得利用啊，也不敢去选嘞。这个全球的纪念，结果
现做的老茶、小凤、日本、东南亚，甚至迄欧洲蜜罐的，你敢讲？敢讲？也许你爱强音，甲本身你的原因咯。你在讲嘛啊？你有没有暗用想咯？强音现在去摸的呢？那有没有暗用咯？就算啦，那用用办个困难，那也唔会买个七个摸呀。我讲，阿思明，现从细看到二胎的。伊讲年纪，哎，你就无法度相信，佮还有马三，对无？总裁，我相信你啊。不过，只要不是帮你报仇，其他都好谈。走，不要那么急啊！发生什么事了啦？快的。秀琴，你有毛病？你啥做事情，你啥担啊？要看事情，老阿公有关系，还老阿的幸福有关系，故说我抢你终于衰毛了。
个呀？你读社会时，公爷都拿红包，我老子从穷庸拿偏多。你同我讲吼，你要考试考一百分，我加一厘元。你读初中时，不愿意培养女儿，你同我讲，你赚到个钱我不愿意。你读高中的时，好嘞，阿婆。哪办嘞？莫搁讲嘞。阿婆，我想要让伊欺骗我讲话。哎呀，真系谈判的精神。做得啦。阿婆，我老阿哥总系沉默嘅子孙，我希望你做我老本本嘅权利，旁掉本爱，本爱掉钱还有时间，我会证明我做得太有良好，创新嘅事业，希望我成功咧，我会先我自家嘅婚姻。希望，输得咧，希望阿勇。我就心甘情愿嫁给朱世明。你想清楚吗？嗯。好。你讲看呐，你冇个想法。阿婆，我老人讲哦，哎，有人好，你这个卖菜，你这个卖衣服的东西啊，秋哥，你看啊。有没有为难他？啊，你怎么不会问一下你妹妹们怎么样？偷偷跑进去人家家门，被人家发现，啊，让我过去啦！都安全出来，不用问了吧？没良心的哥哥，见色忘美。哎，随便你怎么说。琼英到底怎么了？我看见她跪在佛堂里了。一整夜都跪在佛堂？看起来像是这样哎。怎么会这样啊？而且啊。我还看见他跟他阿婆在谈判。谈判？他到底做了什么？你跟我讲啊！哎呦，我回家路上跟你说啦，我要回去收拾收到，想说要知道。哎，你等等我啊！不要。你刚刚报价啊？对啊。我看卖啊。先把维他命吃了再工作吧。老吴来了一上午，连口水都没喝，让他喘口气啊！来，我的心醉了。走啊，吃早餐。这豆浆都是我们家自己做的，多喝点。豆花汤那是不？啊。这款价钱，我四季凊彩找拢有啦。你甲我讲，吼，一张，当作我无看，叫伊顶报，若无我换镜啊。是，我了解。老吴啊，这包子带在路上吃。哎，不用客气了。Man cake 啊，大家都是一家人。我可不希望我们林家的员工替我们卖命，还要幺八豆。来，拿着。客气。慢走啊。哎，吴叔叔早。快坐下吃早餐。
投你个头！我费心张罗早餐还算美味，不需要报纸小说来当配菜。就去学校帮我请假。我托了王太太去基隆委托行买维他命，你带一罐回去学校，每天吃一颗，保证你健健康康不生病啊。谢谢妈。来，小彤。为爱伤风，为爱感冒，不说都是哑巴。怎么了？哎呀，你妈问你话呢。我，你怎么样了？我带波吉奈受伤。受伤了，回来怎么不擦药呢？这伤口要是发炎了怎么办？谈恋爱了。对象是啊。心中无言无言天。